我吸烟好多年了，现在肚子里的宝宝也5个月的烟龄了，不知道他出生后会不会也是个试烟的人。我有2年的烟龄了，每次吸烟都很难受，可是我无法拒绝。我吸烟有6年5个月了，每次饭后还得来一根。 我每天早上都要吸烟。一起床就要吸一根，感觉吸了烟，一天才算开始。我不喜欢吸烟，但我总是在吸烟。妈妈说吸烟不好，但是我就是戒不掉。我出门了会吸烟。 在这里也会吸烟。我吸烟1年半了，经常被烟熏得很难受。我不想吸烟，但我戒不掉。在中国，有超过7.4亿的人正遭受二手烟的危害。 不要让自己成为二手烟凶手，不要让你爱的人成为下一个受害者。为爱吸烟，却是蓝丝带，与你一起行动。